都有人，所以呢，郭泰元现在的这个，对，一三垒，现在一三垒有者，一人出局。洛河他曾经在1982年拿过三冠王，这个是在日本的这个棒球史上可以说是最年轻的三冠王。身材很好，他是178公分高，体重是80公斤。这个外脚被判作坏球。外脚。刚刚那个只有145公里，算是很快。一好一坏，一出局，但是一三垒有人。如果能够演成双杀就好了。这个球打击出去，接到，首先再传一垒，漂亮，双杀票。